Tommy 啦，咁就係一個動畫導演。咁我2013年就喺城大畢業，咁我主修動畫嘅。咁嗰陣我就做完 FIP，就係啱啱播俾大家睇嗰條片之後咧，咁我就同幾個同學就搞咗間動畫公司，叫做 Pillar Boss Creations。咁我哋好希望可以用我哋嘅興趣成為我哋嘅職業咁樣啦。咁就就一直到今時今日都仲温緊嘅咁樣。咁我今日就想分享一下我入行有一啲咁樣嘅經歷啦。咁我發覺有好多人都成日提起一個字嘅，對我哋呢個行業，但係你又呢個字又唔會同第二個行業講過，即係你唔會話醫療業已死，你又唔會話飲食業已死咁樣嘅，但係你又偏偏會成日講創意業係已經死咗，咁點解啊？其實創意本身呢個字係一個思考嘅模式，佢係講緊有創造力嘅，係有生機嘅。啱啱係同死係一個相反，一個即係完全唔同嘅字嚟。咁點解會拉埋一齊呢？我想俾大家睇幾張圖先。係咪好似啊？呢兩張 poster，仲有。有冇啲聲聽過？有冇覺得好似旋律上面有啲類近咁樣？啊！呢個我揾咗張 Johnny Depp cosplay 張寶仔嘅相啦，係啦。咁其實大家識笑就係因為香港或者近排我哋睇嘅好多時候都充斥住一啲抄襲或者原創性比較低而次之勁作嘅嘢，而且 CG 又流。粗製濫造啲劇情又膠，係咪？咁即係其實好多香港人都開始排斥本土嘅製作，就覺得，唉，我不如還掂俾100蚊去戲飛，我不如睇荷里活片好過啦咁樣。咁所以大家覺得創意喺香港失效咗，佢冇咗創造力，佢冇咗嗰個嘅生機喺度。咁你問我，我其實覺得香港仲有好多創意人喺度嘅，在座好多位都係。咁但係，係咪因為一啲執行上面或者一啲觀念上面有些微嘅偏差，去令到呢個創意無緣無故咁俾你整死咗呢？咁我想以一個動畫師嘅角度去講一講，我留意到有幾點係導致到創意呢個行業嘅死因咁樣咯。第一樣嘢我想講嘅叫做消失嘅前期製作。我講講我哋做嘢嗰個情況啦，我哋平時接一個廣告啦，開心嘅可能有1個月時間俾你做嗰段動畫啦，唔開心嘅我哋試過可能5日啊或者更加少都有啦。有次我哋做完個 MV 未做完啦，即係我哋係啱啱拍完嗰一日，然之後收到片翻去做後期，然之後第二日個導演打俾我，喂 Tommy 有片未啊？咁樣邊有咁快啊？即係大家都開始有個概念就係、是你唔使準備嘅，你哋一埋位就做嘅。即係香港個行業就係一嚟就係做製作，就 miss 咗前期製作呢樣嘢。咁前期製作喺動畫入面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呢？佢包含咗嘅就係一個創意嘅醖釀，你要從一個構思開始，然之後你再去延伸到你去揾一啲資料，然之後再去寫劇本，繼而你去設計你嘅角色啦，然之後你去設計你嘅背景啦。亦都諗啊，我要做呢個公仔，我用一個點樣嘅技術啦？咁嗰度係不斷一啲 testing 去研發一啲新嘅技術啦。另外就係我設計呢個公仔會唔會手短腳長，又影響到佢嘅演出呢？咁呢啲都係喺前期度考量，最後就出一張分鏡圖咁樣。咁分鏡圖就係一個簡單啲，就係講一個視像化咗嘅劇本。咁入面包含對白啦，包含咗時間啦，包含咗鏡頭運用咁樣。咁 over 我啱啱講嘅所有嘢就為之一個前期製作啦。咁就係啦，呢啲就係分鏡圖。咁其實前期製作之所以重要，係因為佢係一個創意發酵嘅過程。入面有好多 testing，有好多你需要考慮到嘅一啲問題，將會發生嘅問題都喺嗰度去諗嘅。但係就係大家都唔係好重視呢樣嘢。近排有部電影叫《你的名字》啦，大家都應該可能有睇過啦。咁就被稱為神作啦。咁
日本人啊，新海誠佢究竟有幾重視前期製作呢樣嘢咧？佢喺由構思去到做出嚟播啦，咁樣經歷咗兩年，佢用咗一年半嘅時間去做前期製作，得翻半年先係做呢個製作，即係落筆畫咁嘅咁解。哇！咁樣即係令我諗起好似我哋要射一個太空人上太空嘅時候，我哋唔係講緊就。一做咗火箭就掟佢上去，嗰樣嘢唔係嘅。你一個創意嘅時候，你係需要不斷嘅去計算，不斷要去諗會唔會喺製作嘅途中有一啲問題會發生，而且我做嘅呢樣嘢會唔會個故事會唔會邏輯性有啲咩問題咧？會唔會唔夠好睇咧？你要去考慮觀眾嘅觀感咁樣，咁就係一個前期製作嘅嘢。咁所以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其實都可以應用到喺我哋前期製作呢樣嘢嗰度嘅。咁呢個係死因之一啦，就係忽視咗呢個創意發酵嘅過程啦。好，第二個死因就係毒。咁毒其實就唔係講緊你哋著衫嘅品味啊，唔係講緊毒男毒女嗰個毒，係講緊毒行俠嗰個毒。創意工業其實很忌忌是一個毒字的我們遠一點去看譬如在華魯迪士尼 Walt Disney 他們的一些創作室裡面全部都是fill滿曬人很多人的因為他們知道團體合作可以省下很多一些時間功夫他們可以提升他們的技術他們的故事幾百個人輪過幾百個小時去開會那個故事一定是計算得很精彩很好但是香港就不做不到這件事、哦、因為你說可能資源有限、啊、那些樣那、香港哪裡有這麼好的空間給我們有一個團體呢其實是難的我知道這件事是難的但是我都覺得大家要盡量避免去讀毒是因為你創作的路上其實是很累人好像其實是有燃料的你要去做一些創作你是需要燃料去幫你去推進的你會累的時候如果有一個團體你在一個很開心的創作環境之下去工作其實是你會事半功倍而且很多創意在裡面是會茁壯成長我剛才 skip 了這張圖我想講過這張圖是在我讀緊大學嗰陣，一張 screen capture 係電腦室嘅一張 screen capture。咁嗰陣學校唔俾我哋通宵做嘢嘅，咁我哋諗個方法點樣可以通宵做嘢咧？咁首先我哋就將電腦上面嗰啲 camera 指住曬嗰啲門口啦。咁然之後咧，一看間一埋嚟咧，我哋就即刻熄燈熄光，然之後匿去台底咁樣。然之後等佢入嚟，然之後巡查完走咗之後，我哋又出翻嚟咁樣啦。於是之後，我哋維持咗半年時間。咁樣完成咗我嘅畢業作品。點解我哋會咁癲去咁樣做？係因為我哋覺得喺呢度一團人做創作，我哋覺得好開心啊！你開心，你就自然會繼續去做落去。呢個係創作好緊要嘅一樣嘢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首先要脱毒，要去有一個團隊係去做創作咁樣啦。最後一個叫複製貓，即係 copycat 啦。咁其實就～講緊關於一個創作者本身嘅一啲可以講素質啦，或者原創性呢樣嘢。原創性係乜嘢嚟嘅咧？大家都喺度話香港冇原創，冇原創。咁其實原創係點咧？我覺得原創性唔係話形式上面要逼你去諗一啲你未諗過嘅嘢啊，人哋未做過啊咁樣話好爆炸嘅，而係講緊你有冇誠實面對嘅作品，去用你自己嘅個人觀點去去重新睇一件事。原創就係講緊你用一個新嘅角度去講一個習以為常嘅故事。咁我想舉一啲例子，就係話喺香港有一啲創作人，佢哋嘅原創性，或者我咁樣講，佢哋嘅命題，佢哋嘅作品不斷咁樣重複緊佢哋一個命題，而嗰個命題就係佢哋生命之中可能纏繞佢哋好耐嘅一樣嘢，佢哋不斷去為佢而創作。許鞍華導演佢拍好多電影都係以女性為主軸嘅，《桃姐》啊，《女人四十》啊，《客途秋雁》係佢半自傳式嘅一部電影，入面都係講緊佢點樣去睇呢個社會入面嘅女性，女性喺佢哋嘅地位啊、轉變啊咁樣。
如果你話你唔中意人文情懷啦，咁我你覺得我中意發夢多啲，金敏啦，金敏呢個人發夢發得好勁，佢將夢境用電影語言呈現俾觀眾睇，嗰、那個去表達出人其實就係喺虛實交纏嘅一個生命體咁樣，佢好精彩咁樣包裝佢點樣去睇夢呢樣嘢。咁所以我想問大家就係你如果要追求原創性的時候，你會不會想想有沒有一個命題是屬於你自己的？而那個命題是纏了你很久，一講你就情緒很波動的，握緊拳頭的，可以是足球賽事，可以是政治那四個議員被人炒了，那怎麼辦啊，很生氣啊，也可以是講緊你和女朋友的關係這樣。所以你就要based on你自己的命題不斷咁樣去為佢而創作，咁嗰樣嘢先為之係有原創性。最後我想分享一啲好羞恥嘅嘢啦，咁就係我以前有一個網名叫 KC.5 啦。咁 KC.5.5 唔係解，因為我姓吳唔係解姓吳咁解，而係我想每一次我落呢個簽名嘅時候，都去俾大家覺得我俾自己超越咗自己嘅一半。咁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在香港都要有一個超越自己的心，做創作是辛苦，你要去令到它繼續成長的話，你是要不斷去挑戰自己，超越自己。好，多謝大家。